这个民族性关系不错，可能我叫黄欢呐，什么不是黄欢，我是北国啊，北国啊，原住民起来，他就是没有这种文化的心，因为汉文化是修中公民计较，岂可有文化？那他们总要忘了这个群体。这样，还有包括你们现在来话，我们包括你们住啊，各个种各的兼容态，是最艺术文化的这个斗争，会学到很多这个生存之道、接纳之道。但是原住民就是没有这样子的，一种粗糙，看花看沙发看样，基本上还是谈判过程会一个基础的紧急。就会这个基础的意义挖得很成熟，所以他们还是基本上是诚信，但是对我们这些啊一片起来之后也怎么来叫做培养，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这个发展起来慢有一些特质，就是说希望发展起来真诚对待这样的状况，我大概在要加入奉献跟台北的不一样，台北叫你不可靠，比如说其中来的人员呢在这里有屏幕嘛，那这位卡号哎这叫不会，那位建行那位建出飞机的话太困难了，因为估计高卡里面是一个刚刚刚刚就过来，你在刘老师老师在那个下级的保护，那跟他来说，签也不能花，哎，就想花钱花那个什么钱呢？啊，你刚刚花什么东西？开花，花什么东西？开平常这种真诚的，善良，好，宝贝是，好，特别好，也是有。好，谢谢。